差不多哦。要泡几滴？好，那今天泡这些，我忘了加了很久。然后我们就过了，然后加水了，因为泡泡。好，先去翻开。然后就是清蒸的。然后就是非常的简单。就我们家就我也想。好，拜拜。出了。恭喜，成功，恭喜啊！好。我靠！要不要开始出了？出手。这是什么？是代牌。那是 token。看你们。合啊。好吧。开箱是什么？哈是几号？这是为什么？它是冥府的 token。它有效果，伸出一个 token 怪物吗？有。听不懂。就是战斗扣到点的时候，那个冥府跳出来的时候会产生一个 token。会生一个女的 token。会生一个幻影呐，幻影应该知道吧？啊，我生女儿。幻影应该知道吧？嗯嗯嗯。哦。幻影应该都知道。哦，所以他就是他的分身就对了。对，就是一个分身就对了。一千三，讲一下。跳。真厉害。好厉害哦。跳。嗯，我还可以死。不能打，今天操作。Token 一千三。然后你的 Token 是一千八。我之前想要什么？避难好不好？他依然就是这样啊，所以我已经不想讲了。